下了冠军。注意球！哇！从切入的第一步就看到他的决心了。对。再看一次这球，哇！切入之后，吼，距离万金的单手扣篮。哇，这个角度看起来更漂亮，还是可以扫到里面的队友。哇！黄聪翰，哇，自己也发出了怒吼，他连得四分，而且造成对方犯规 ，and one。哇，这一个灌篮比刚刚苏一进的灌篮感觉起来还要更加的过瘾啊，因为后面有一个追兵的状况是他完全没有在怕的。哇，谁是他海报上的受难者呢？再看这球，又是林伟哲。刚刚苏一进的灌篮也是林伟哲在防守，没错。哦，这有点接近战斧式的暴扣。